我们看一下小试身手11这个题目。若直线 Vx 加 8y 减3等于0和直线 x 加 2y 加1等于0互相平行，求 B 至此。那首先这直线的斜率为这 M1 等于负的八分之 B。 好，那么假设直线 x 加 2y 加1等于0，这斜率是 M2，那么 M2 是等于负的，这是二分之一。好，那这时候这两直线是互相平行，所以呢这斜率相等，也就是负的八分之 B 是等于负的二分之一。所以呢我们得到这八分之 B 就等于二分之一，因此呢这个 B 是等于4。这个答案